今天犬舍来了一位北京的小姐姐，下班回家无聊，准备选一只温顺一点的狗狗。哇，这个什么品种呀？它还在笑，竟然。这是纯韩系小比熊。呀，真的好可爱呀。对。哎，这个呢？这是超小体的约克夏。哇，它真的好小呀，毕竟就这么小一点点。对，这只已经三个月了。挺可爱的，但是我喜欢白色的。哎，这个呢？这是香槟色小泰迪。啊，它颜色看来挺暖的哈。是。哎，这个呢？哎呀，这个干啥呢，宝贝？这是挠痒痒的自己。啊，这个也在笑。对，这是也是小比熊。对，都挺好看的。是。哎，这个？哎，这也是非常小比熊。哎呀，它好好看呀！天哪，跟个假娃娃似的。你还在给你笑呢。我喜欢这个，我把这个拿出来看一下吧。可以。好好看呀！怎么精神的像个假的一样？哇哦，真的好乖呀，也不动。对，它性格比较好，这一只。你看，让它亲我，你都亲我，你都不动呀？哎，这个还在转圈圈呢，宝贝。对，这是也是一只比熊。哎呀，这个也好看哈，毛也挺好的。对，挺爆的。哎呀，还在给你笑呢，这一只。是的，但是我更喜欢它一点，我觉得它好好看呀，长得像个假的一样。哎，是。第一只呢，我想看一下这一只。纯耳的是吧？嗯，对，我看它也在笑，我喜欢会笑的。可以，那对比一下吧。哎呀，这两个真的都好好看呀，我都喜欢。是不是有点纠结了？对，看着都有点纠结。对，不知道要哪只好了哈。这一只是纯耳韩系的，这是菲尔的，两只感觉不一样的。你看你更喜欢哪一只？我看眼缘吧，要不我看一下它俩性格怎么样吧？可以，放下来看看吧。好嘞。哎呀，这只就跟你比较活泼一点哈。啊，这个挺活泼的，看着性格。对，小腿也短。对，让它比较好。是。宝贝，你跟我玩吧。嗯、太会玩了哈。对，这个养这个应该很有体验感哈。是。性格的话，其实我还是喜欢安静的多一点。喜欢安静的你就选它。行，那我就选你。哎呀，选它没错，太好看了。哎呀，我真的太喜欢你了，宝贝，就喜欢你这个性格的，乖乖的哈。我给你拿个笼子吧，美女。没事，我自己带了包包。天哪，好用心呀，能不能装进去呀？试一下啊，看看怎么合适。哎呀，放进去刚刚好哈。太小了，竟然还能装进包包里，小姐姐这也太会选了吧！这么出去逛街，还不得成为全场焦点啊！好，走了，美女，好，拜拜。